大家好，我是龙哥哥。第五人格的勘探员能破解鹿头的飞钩。其实勘探员是隐藏在求生者中的大反派。这局对战龙哥哥玩的是塔罗模式的竞技，队友国王是勘探员。龙哥哥用宙斯师作为侍从，鹿头远程一个飞钩把勘探员勾到了身边，可是还没来得及补刀，勘探员一个磁铁弹飞了鹿头，把自己和鹿头瞬间拉开了距离。原来勘探员的磁铁玩得好，是可以破解鹿头的远程飞钩和补刀的。而勘探员其实是第五人格中隐藏在求生者队伍里的大反派。这个秘密其实很少玩家知道，但是做过勘探员任务推演的小伙伴们应该知道，闪金洞窟的爆炸事件应该和勘探员寻找宝藏有关。勘探员也是洞窟爆炸事件中唯一幸存的求生者。在官方的游戏剧情中，我们还看到了勘探员偷袭队友，把昆虫学者打晕，然后抢了昆虫学者的手电筒。其实勘探员是一个掠夺性人格的求生者，他有一定的攻击性，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会伤害队友，因此亦正亦邪。不过勘探员这个角色最后结局似乎不好，我们在宣传片中看到了黑化后的侦探破墙而出，直接打死了勘探员。好吧，侦探替昆虫学者报仇了。虽然勘探员结局不好，但在游戏的实战中，如果磁铁玩得好，却是可以牵制监管一段时间的。尤其是面对鹿头这种有远程攻击且能把求生者拉到自己身边补刀的监管者，勘探员的磁铁技能绝对是破招的最佳选择。一个磁铁就能把鹿头弹开，破解了鹿头的远程飞钩，也避免了被补刀。小伙伴们可以在实战中试一下哦。两只乌龟，两只乌龟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龟壳，还带着兔耳朵，真奇怪，真奇怪。